兄长。宗门各门各派的宗卷已经给您在书房备好了。辛苦你了。查探各门各派的功法来历，可否对秦羽一案有所帮助啊？秦羽兄的事毫无线索，无甚头绪啊。只有纸烟所说是被吸干鲜血而死，可是尸体至今未现，尚无法判断，只能从此事入手先行查探。兄长辛苦。苍岭有消息吗？我听人说苍岭最近在万路门一带出现过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。万路门，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，我要亲自把他捉回来。兄长，苍岭行踪未定，等您身体好了再去寻他不迟。苏若，我看你最近总是心事重重，若是太累便放手剑心门的事务休息一阵吧。兄长可是嫌我处理得不好？怎么会，我只是看你总是心事重重。事主疯病了，我有点担忧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竹凤也老了，兄长好生歇息，我先走了。你去吧。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告诉暗罗卫即可。哦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吗？哦，师父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不要受伤，早日回来，我会想你的。我会的，如果有的事暗罗卫解决不了，一切拖到我回来再说。女魔头，你是不是愧疚了？闭嘴。我真的觉得厉晨岚对你挺好的，而且我刚才看他那眼神有点像这个人孤独了很久，然后终于看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一样。小丫头就知道注意这些有的没的，那小丑八怪还不是因为觉得你这张脸好看。他白天看到我的时候才不是这个反应，他就好像看到你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反应。我觉得要不你把实情和他说了，万一他知道你是陆昭瑶之后还是对你情根深重呢。哼，天真。这世上的男子喜欢的是对他们没有威胁的女人，比如你，而厌恶会抢走本来属于他们身份和地位的女人，比如我。即便我当真付出真心，愿为其倾其所有，
女魔头。好了，明日我同你去顺安镇做好事，早点休息吧。咱们出现在这儿，招摇过市不太好吧？越招摇我越喜欢。厉晨岚不是联手千尘阁来对付我吗？我就是要在他眼皮子底下闹得他不消停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啊！您人真是太好了，谢谢谢谢。这是陆昭瑶让我捐的，谢谢啊。陆昭瑶让我捐的，谢谢谢谢。陆昭瑶让我捐的，谢谢你人真的太好了，谢谢。陆昭瑶让我捐的，谢谢。这是陆昭瑶让我捐的，谢谢谢谢。哟，小美人儿，谢谢啊。缘分。陆昭瑶让我捐的，陆昭瑶让我捐的，谢谢你。陆昭瑶让我捐的。又这么多人啊！你给陆昭瑶捐衣服。他是派你工钱了？你是谁啊？你怎么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这江武行事颇有我当年的风范，若是能收归我用，倒不失为一颗好棋。干脆我用我现在这身份跟他谈个买卖，让他能和我一起联手干掉厉晨岚。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我胆子大是老天爷赐给我。这是谁？快走！小美人儿，看来你在万里门混得不错啊。手打我弯路门的人，这个毛病得改改。好玩吗？职业姑娘，速回陈吉山，我帮你拖住他。还玩啊？小美人，跟我喝酒去吧。哎，别！小短毛，你敢动我的人，那你可就有点危险了。真行！结界，不行，我得去别的方位试试。
结界布的还挺结实，看来我得去搬救兵才行。嗨。小美人，先喝杯酒吧。我快跟我走，都给我老实点，快走，老实点。别动，快喝呀，可好喝了。哎，我都喝了好几杯了，你喝一杯总行了吧？来来来来来。怎么回事啊？来人！来了！一杯就倒的酒量你也敢跟人喝？嗯，下毒了？下毒了？不敢不敢，奴婢们哪敢私自行事啊！嗯，这么烂的酒量也敢出来喝酒？这么烂的酒量也敢出来喝酒啊？谁伤的你？芷雅姑娘被抓走了，就……子瑜姐，阿大出了何事？他还没说就晕过去了，愣着干嘛？把人抬走。这个江武是个好色之徒，趁芷妍喝醉想做点什么。我这隐身状态，我怎么拦呢？还是长长见识？哇！不话又谈，你这不回房就要开始了是吧？你这样真做了什么？我哪来的蚊子？看不看好像也没什么影响。哇，洁玉如山。哎呀，确实芷妍这脸蛋确实好看，难怪小丑八怪这么容易就被勾引。
嗯，哦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哇，你现在就要开始了是吗？非得无事，我怎么办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阿武，哎，他怎么来了？完了完了，进屋了进屋了，进屋了进屋了。小叶，这个女人当真有趣啊，她身上每一个地方都那么有趣。和别的女人有什么分别呀？花楼那些姑娘不都这样吗？差远了，即便她们睡在我身边也都在瑟瑟发抖。她刚刚也抖。不一样，上次我见到她的时候，她的小模样还挺讨人喜欢的。阿武，你不会喜欢上她了吧？哎，还没有，只不过我喜欢的都要留在我身边。阿武，不要小瞧这个厉晨岚，他可是传说中的魔王之子，手里还握着万钧剑，可不是那么好惹的。这个秦芷烟听说啊是他的徒弟，平素多有照顾，疼爱有加，咱们现在确实没必要跟厉晨岚有正面冲突啊。他联手千尘阁来找我麻烦，我还没找他算账呢。等我夺了万路门，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就都将属于我了。哼，小短毛你也太能吹了吧，有实力才叫嚣张，没实力那叫不知天高地厚。这小短毛想法不简单啊，跟他谈买卖风险太大，看来此地不宜久留。但这周围都是结界，我可以出去，这丫头怎么办？若是到了晚上我也出现了，那岂不是更麻烦了？阿武，凡事注意些好，你的伤且得继续治。走吧。啊！我。六合仙丹果然如传言所说，难凝法力。
天下幻阵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，双眼所见皆是虚妄。阵也不在阵中，在我身上。天一，老夫在此守了这么多年，倒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年轻的人闯破虚妄阵。为了取剑舍得往自己身上砍的人可不多呀。你是何人？老夫乃是六合天一剑守剑人，多年来倒成了你们这些家伙的收尸人。小子，你还年轻，别为了那些虚荣和权力迷了心，现在离开还来得及。通向六合天一剑的道路只有这一条铁链，岛上法术难行，你只能走过去。彼时铁链之上每一步皆有雷击之痛，左右两旁深不见底的悬崖，掉下去便有无数杀阵。小子，千重雷击，万丈深渊，也拦不住我取六合天一剑。好，那老夫便在彼岸等着你。
望，竟敢砍断铁链，你可知以后再无来者，而你也再无归路。我的归路不由你说了算。输了，倒是老夫看走了眼，这般年纪抛却功力法术也有此等身手。六合天一剑乃天成之剑，可斩世间邪恶，凡取剑者都是江湖顶尖高手，他们最后都选择了放弃，你可知为何？凡取天剑者秉天剑而死，今天六合天一剑依然在这里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本事，而是因为人心从来懦弱。生命之重不在生死，我愿为我的妄念葬身，纵使灰飞烟灭。想不到我将剑拔出，竟会遇到你。黑气，原来如此。世上谁将六合天一剑拔出来都可以将它带走，唯独你不行，你心有魔气，天生与天剑相克，今日我命丧于此，来日你必将死在天剑之下。
秦芷言，你给我醒醒，快点儿！喂，喂，醒醒！哎，起来跑路了！喂，醒醒，醒醒啊！还不行，姜武要抓你回去做压寨夫人了，还不行，喂，喂，走了，你现在不走，到了晚上咱们就更加走不了了。麻烦死了，麻烦死了，这女人睡得跟猪一样。柳苍岭不要你了。啊啊啊！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你终于醒了。啊，女魔头，我真的被吓死了。我的头怎么那么疼啊？头疼？待会儿你怕是不只要头疼了。这江湖小院。嘘。小恩回来了。阿武。又带了这么多宗门的人啊。怎么样，我能干吗？非常不错。瞪什么眼呀？快躲窗户外面去，待会儿我把江武引开，你再回来。明天白天我隐身之后，我们再想办法离开。快啊。小美人儿，酒醒了吗？小美人儿。哦，醒了，酒量不好，一杯倒。早知道就不劝你喝酒了。哎，被子里多闷呀，出来陪我坐会儿，给你弄点吃的，快点啊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到。你们都给我老实点，韩总，你还去地牢？放开我！老实点，别动，别动，先走。好，放开，快点，走，走，先走，快点。坐。小美人儿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做我的女人。你这个事儿听起来可有趣了。子瑜姐，阿大一直受命照看秦芷言，如今阿大受伤，秦芷言下落不明，这万一门主问起，秦芷言行踪飘忽不定，不用管。现在只能等阿大醒了，问清到底怎么回事，然后我们才能行动。是。我觉得做我的女人会非常有趣。是吧？只可惜，我不做谁的女人，我只做我自己。放肆嚣张的秦芷烟，我就喜欢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。天多高地多厚，你知道？有趣啊，你当真有趣啊！我不强迫你，我要慢慢驯服你。哼，那你可要努把力了。
哎，光吃菜有什么意思啊？不如玩个游戏吧。妥。别吵了，别吵，再吵杀了你们！好好说话，别吵，别吵了。完了完了，女魔头不知道我被带到这里来了，怎么办呀？哥俩好啊，九连环啊，八仙手啊，六六六啊，失误了啊！哎，愿赌服输。天要亮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不欺负你了，回去睡了。哎，别呀、啊！哎，我还有个更刺激的游戏，我带你去看看呀。没兴趣。哎，哎，萧贝，真是奇怪啊，输了都这么高兴。芷烟，芷烟，芷烟，奇怪，这丫头到底上哪儿去了？慢。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不要吵了！妈，什么呀？别吵了！闭嘴！放我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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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吵了，听到没有？妈，妈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安静点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这臭小子！干什么啊？别吵了！今天小爷我心情好，先玩点轻松的。放我们！出去！放我们！江武，江武，你放肆！秦芷烟这丫头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找了一圈都没看见。平时倒不见有多机灵，躲起来倒是挺严实。这次抓了好些宗门弟子，全都关进地牢了。阿武还夸我了，我却担心过于张扬，让阿武成为众矢之的。哎呀，没事儿，阿武那么厉害。地牢？难道？我哎哎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游戏不好玩啊？你休要侮辱我等！嘿，我羞辱你又怎么样 啊？我羞辱你又怎么样啊？你话怎么那么多、啊？江武，你欺人太甚！你干什么？哼，幼稚，居然玩这种小孩游戏！江武，你干什么？江武，江武，江武。愤怒的味道，只不过我更喜欢害怕的味道。你要干什么？江武魔头，士可杀不可辱，要杀要剐，悉听遵命。要杀要剐，悉听遵命。爸爸过来啊，来呀，江武，来江武。好啊，那就来点真的吧！来呀！哦，小美人儿！哎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怎么被关这儿啊？啊，女魔头，我……哎，我在这儿呢。你不是说你没兴趣吗？我一直以为你的愚蠢是有限度的。但没想到你总能突破我的想象。既然来到我的地方呢，就要守我的规矩，你是小美人也不能例外。哎，和他们玩个游戏吧。啊，嘿嘿，玩什么游戏？今天在这牢里的呢，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来，我给你们半个时辰时间。你说什么？你玩的什么破游戏啊？
救命啊！我数三个数，大家就准备开始吧。元芳，我想办法，我想办法，别慌。一，想想办法。只有一个人能出去。二，只有一个人能出去。对了，三，快去门边。还不走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。哼，我从没遇到过这么愚蠢的伙伴。我本来以为剑种是我的人生低谷，没想到你才是。一个江湖800多门派，数万万人，我怎么偏偏就遇到了你呢？我的命还跟你连在一起，头疼。你莫疼，